大家好，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冷知识节目，主要内容包括：一、蜜蜂的舞蹈派对，自然界的摩斯电码；二、花园的小小导航员，蜜蜂的空中地图；三、甜蜜工厂的秘密，蜂巢的六边形奇迹。那么，小六子可以先跟我们说说蜜蜂的舞蹈派对，自然界的摩斯电码。当然。 我很乐意为您揭开自然界中这场奇妙的舞蹈派对。想象一下，你是一只蜜蜂，你的生活中有两件大事：找到美味的花蜜和花粉，以及告诉你的同伴们你的发现。但是，你们这群蜜蜂没有智能手机，没有社交媒体，甚至连简单的语言都没有。那么，你怎么做呢？答案是跳舞。是的，蜜蜂通过一种非常特别的方式来交流，他们跳舞。 这不是你在周末夜晚俱乐部里看到的那种舞蹈，而是一种精确的信息量巨大的动作序列。我们称之为摇摆舞和圆舞。当一只蜜蜂找到了一片花丛，它会带着花蜜和花粉回到蜂巢，并开始其精心编排的表演。如果食物源很近，它会跳一种叫做圆舞的舞蹈，通过一系列的圆圈运动和震动，告诉其他蜜蜂，嘿，伙计们，好东西就在附近。但如果食物源较远，蜜蜂会跳摇摆舞。 这个舞蹈更加复杂，蜜蜂在蜂巢的垂直表面上摇摆其身体，形成一个特定角度的直线，同时还会摇动翅膀和摆动腹部。这个角度实际上指示了食物源的方向相对于太阳的位置，而舞蹈的持续时间和振动的频率则告诉其他蜜蜂距离有多远。这就像是自然界的摩斯电码，只不过是用舞步来编码信息。这种舞蹈的精确性是惊人的，蜜蜂能够传达非常精确的距离和方向信息。 让同伴们能够找到那些位于几公里之外的花蜜园。想想看，这是多么了不起的事情！一只小小的昆虫，没有 GPS，没有地图，只靠着太阳和他们自己的舞蹈派对，就能够在广阔的自然世界中找到他们的食物。所以，下次当你看到蜜蜂在花间飞舞时，记得它们不仅仅是在采蜜，它们可能还在准备回巢后的一场大派对，一场用舞蹈来分享秘密的派对。而这场派对的主题，无非就是跟着我。 美食就在那里。谢谢小六子的介绍，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花园的小小导航员——蜜蜂的空中地图。当然，我很乐意以一种专业而幽默的方式来讲述我们花园中的这些勤劳小飞行员，蜜蜂是如何在空中绘制他们的地图的。首先，想象一下你是一只蜜蜂，你的生活就像是一场永无止境的宝藏猎寻游戏，你的目标找到那些花朵中的黄金花蜜，但是。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游戏，因为你的宝藏藏在一个不断变化的迷宫中，一个充满花朵、树木和其他植物的花园。现在，蜜蜂是如何在这个复杂的环境中找到它们的路的呢？答案是，它们拥有一套非常先进的导航系统。这不是你车上的 GPS，而是一个内置的基于自然界的导航系统。它们的软件是由数百万年的进化编写的。首先，蜜蜂使用太阳作为指南针，即使在多云的日子。 它们也能通过偏振光来确定太阳的位置。想象一下，如果你能通过太阳的位置来判断时间，那么你就不需要手表了。蜜蜂就是这样做的，它们有一种内置的生物钟，可以帮助它们根据太阳的位置来计算时间。但是，蜜蜂不仅仅依赖太阳，它们还使用地标，就像我们在路上看到的那些大型广告牌一样。这些地标可能是特别的树木、建筑物或者其他显眼的特征。 蜜蜂甚至会学习这些地标的位置，以便在以后的飞行中使用。最有趣的是，当一只蜜蜂找到了一个好的花蜜来源，它会返回蜂巢进行一场舞蹈。这是一种叫做摇摆舞的东西。通过这种舞蹈，蜜蜂可以告诉同伴花蜜来源的方向和距离。想象一下，如果你每次从超市回来都要跳舞来告诉你的室友你找到了什么好东西，那会是多么有趣的场景。所以，下次当你在花园里看到蜜蜂忙碌的飞来飞去时，记住。 他们不只是在随意的飞行，他们是小小的空中导航员，正在使用他们的太阳指南针、地标记忆和摇摆舞地图来找到下一个花蜜宝藏。而这一切都是在他们那微小的但却异常复杂的大脑中进行的。这不仅仅是令人印象深刻，简直就是自然界的奇迹。谢谢小六子的介绍，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甜蜜工厂的秘密，蜂巢的六边形奇迹。各位蜜蜂爱好者，几何图形迷和甜食狂热分子们。 今天我们要一起探索大自然中的一个甜蜜奇迹——蜂巢的六边形结构。这个结构不仅令人惊叹，还充满了数学和工程学的智慧，简直可以说是大自然中的一个完美的建筑杰作。首先，让我们来谈谈蜜蜂的建筑技巧。蜜蜂这些勤劳的小家伙，不仅是优秀的花粉传播者，还是蜂巢设计的大师。它们使用蜂蜡这种由它们自己分泌的天然材料，建造出了一个由无数六边形蜂房组成的复杂结构。 但为什么是六边形呢？为什么不是五边形、七边形或者圆形呢？这里就涉及到了效率和经济性的问题。蜜蜂在设计蜂巢时，其实是在解决一个古老的数学难题：如何用最少的材料划分出最大的空间。六边形恰好是唯一能够紧密排列、不留任何空隙的多边形，这意味着蜜蜂可以用最少的蜂蜡建造最多的储存空间。这不仅节省了建材，还最大化了蜂巢内部的存储空间，可以说是一举两得。 而且六边形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它的结构稳定性。每个蜂房都由六个等边等角的边组成，这种对称性使得蜂房能够均匀的承受来自各个方向的压力。这就像是蜜蜂界的工程师们运用了最先进的力学原理，确保了蜂巢的坚固和耐用。但是蜜蜂是怎么知道这些复杂的数学和工程原理的呢？这就是大自然的神奇之处了。蜜蜂并没有上过大学，也没有工程学位。 他们的这些知识是通过数百万年的进化慢慢积累下来的本能。简而言之，蜜蜂的 DNA 中就编码着这些建筑的秘密。最后，让我们不要忘记，蜂巢不仅仅是一个存储蜂蜜的地方，它还是蜜蜂的家。在这个甜蜜的工厂里，蜜蜂孕育了下一代，保护了蜂后，共同抵御了外界的威胁。蜂巢的六边形结构不仅是一个数学和工程的奇迹，更是蜜蜂社会生活的核心。所以， 下次当你享受那些甜蜜的蜂蜜时，不妨想一想，这些美味背后隐藏着的是蜜蜂的智慧、努力和大自然的奇迹。这些勤劳的小家伙们不仅给我们带来了甜蜜，还教会了我们一个关于效率、稳定性和可持续性的重要课程。哦，还有，别忘了感谢这些小小的建筑师们，因为没有他们，我们的早餐桌上可能就少了那一勺金黄色的快乐。各位观众朋友们，今天我们一起揭开了蜜蜂舞蹈派对。 空中地图和蜂巢奇迹的神秘面纱，这些故事不仅让我们看到了大自然的奇妙之处，还让我们对蜜蜂的智慧和勤奋心生敬意。蜜蜂的舞蹈派对告诉我们，即使在缺乏语言和科技的情况下，生物们仍然能找到一种方式来沟通和分享信息。蜜蜂的舞蹈不仅是一种娱乐，更是一种沟通工具，让他们能够找到食物并分享给其他蜜蜂。 这种舞蹈的精确性和效率令人惊叹，它们让我们看到了生物界的无穷智慧。蜜蜂的空中地图则告诉我们，大自然是最伟大的设计师。蜜蜂利用太阳、地标和摇摆舞来导航，找到他们的目的地。这种导航系统不仅高效，还充满了创造力和智慧。蜜蜂的大脑是一个小小的奇迹，它们用它们微小的大脑解决了拼图般的导航问题。 蜂巢的六边形奇迹，则让我们看到了大自然中的数学和工程的完美结合。蜜蜂利用六边形的结构，建造出了一个高效、稳定和可持续的蜂巢。这种结构不仅节省了材料，还提供了足够的空间和支撑力。蜜蜂的蜂巢是一个真正的建筑奇迹，它让我们明白了数学和工程在自然界中的应用。最后，让我们一起感谢这些小小的建筑师们。 感谢他们的智慧和辛勤工作。蜜蜂不仅给我们带来了甜蜜的蜂蜜，还教会了我们关于效率、稳定性和可持续性的重要课程。让我们在享受蜜蜂的甜蜜礼物时，也要记得尊重和保护这些勤奋的小家伙们，因为它们是我们生态系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那么，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我们今天一起揭开了蜜蜂的舞蹈派对、空中地图和蜂巢奇迹的神秘面纱，希望这些故事能够让你们对蜜蜂的世界有更深入的了解。现在，我们邀请大家来参与讨论，你们有什么样的想法呢？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编纂、设计、制作，但是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谢谢大家收看，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给我们节目点赞。